哥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？没有，你把那锅水烧开，然后把它倒掉，洗干净。好。它这个水滚烫的概念是它全部都冒泡泡了吗？它就滚了呀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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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。哥，它滚的速度比我想象中的要慢一些。不着急。好。哥，还是我们用。不着急。好。啊，我已经开始给你腌制牛肉了。哇哦，谢谢安哥。你开着盖子当然煮不开了，傻小子。啊？盖着盖子。好的。哪有开着盖子烧水的？锅盖就是收集它的热气，然后增加它的那个压力嘛。嗯。